投資者短線可以留意只1772間鋒利業嘅。咁我哋知道咧，其實依家內地資源股咧都有一個唔錯嘅升勢啦。咁其中有唔少嘅資源價格咧都出現一個掉頭回落嘅情況嘅，但係有少數嘅種類咧就暫時係依然比較堅挺啲嘅價格。咁主要咧係因為受到呢個需求嘅驅動嘅。咁當中咧就包括咗呢個鋰礦嘅。我哋見到無論係國際嘅鋰晶礦價格啦，或者講緊係內地碳酸鋰價格咧，其實最近咧都係持續上升。咁預計咧相關商品價格上升咧係會對間鋒鋰業一個股價咧係形成一個支持嘅。咁投資者可以喺150蚊關注啦，目標價可以擺喺165蚊，止蝕位咧可以設喺140蚊嘅。